大家好，非常的高兴看到大家。今天重开这个实体的崇拜，真的很令人兴奋，非常的高兴看到你们回到教会里面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上一次我们这样的实体的敬拜是去年的3月8号，那距离现在呢已经是455天了，所以整整15个月的时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没办法，好像今天一样，有一些实体的这些的崇拜都改在线上聚会。那我们感谢神呢，在疫情有些好转，我们当中呢也不少的人接种了这个疫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重开这个实体的崇拜。青少年实体的主日学呢，刚刚也报告过，我们会回到教会里面啊，礼拜天早上有这个小组跟着参加英语的这个崇拜。今天是初中生，那下礼拜是高中生，轮流这样回来，回到教会里头一起的来学习啊神的话。那所以我们人数上面还有一些的限制，崇拜的时候呢还需要戴口罩，这个保持这个社交的安全的距离。可是我们希望随着疫情的这些的好转呢，我们可以把人数上调，然后安全的措施呢可以慢慢的能够放松一点。那我们如果当中有新来宾的话，你是第一次来到福边教会实体的崇拜的话呢，你不用去网上去登记，你就可以直接来了啊！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的话，我们在主里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的当中。过去15个月，我们都没办法这样的来接待一些新的来宾。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呢，重开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些第一次来到福边教会聚会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那过去15个月呢，疫情把一切都停顿下来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包括教会的这种聚会。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在线上聚会，实在是感谢神的一个恩典。我也很感谢这种科技的这些的发达，让我们可以仍然可以在疫情当中呢，可以在线上来崇拜来聚会。那现在我们都很习惯了，对不对？习惯了在家里面坐在电视机面前，打开电脑啊，仍然能够参加教会的这个的崇拜。那可以根本不用换衣服来教会，不用开车去教会去，就可以敬拜神，听牧师讲道，守圣餐。我们慢慢都习惯了这一切了，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教会里面有实体的这种敬拜呢？神的家教会在过去200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一起的聚会。那为什么？那现在呢，是否新的一个时代已经来临呢？以后我们都是可以在线上聚会，是否就是一种新的常态？不需要再回去教会里面一同来聚会敬拜神呢？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这虚拟的教会有什么问题？高接触的这些教会只看视频不需要见面的可不可以？有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我们一起聚会有什么目的？今天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分享呢有两点的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我们一起聚会这个属灵群体聚集的目的。第二呢，是我们一起聚会属灵群体聚集在一起的原因。那我们的经文呢，是从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到第25节。这是个新的讲道系列的开始。希伯来书我们从第10章第19节一直读到第13章第21节，一共有10个的讲道。
主题呢，这一几章的圣经的主题呢，是一种又新又活的路，讲到我们进入的生活是一种又新又活的这种的生活。那第一讲呢，为什么要一起的聚会？我们一起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一些停止惯了的人。我相信你们现在在想什么？一定说，牧师，我一早就知道你会用这节经文来说服我们，让我们回来实体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回来回来，你是不是这样想的？那其实呢，这并不是好像你所想象的一样的情形。第一呢，今天要讲的这种经文早在几个月前呢，我们就已经定好的了，不是特意安排在教会重开的第一个主日来讲的这一节的经文。那第二呢，这里所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个意思而已，单单的来到教会有实体的这些聚会而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究竟是什么意思？那第一呢，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个聚会这个字呢是个名词，那是有两个希伯来字合成的一个混合的一个字。第一个字呢是一起的意思， together 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字呢是会众， assembly 这个意思，是个名词，指的是一起聚会的一个会众群体。这个复合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一起聚会的群体要在耶稣的面前出现，聚集在一起。赫本呢把这个字翻成聚会，其实的意思呢不单只是来聚会 meeting 而已，指的是走在一起聚集的一个会众，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呢并不是好像动物园里面这些动物集中在一个地方出现，互不关联的。这里所说的聚会是这个会众呢，是好更像一串的葡萄连在一起，是有关联的，是一串的葡萄彼此相关的连接在一起的，有关系的这个的聚集的这个会众。所以这里讲不是单单指聚会而已，然后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各散东西，特别现在没有午餐服侍，所以聚会完了以后 就溜了就走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含有新约里面所说的这种信徒基督徒生活的自己生活的彼此的生活的关系。那这里动词呢，那个停止是个分词，在新约里面出现十次，意思说呢是这里其他地方的用法翻译都是离弃撇下这个意思。那只有在这件经文里面中文呢把它翻译叫停止。同一个字呢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撇下我离开我，这个意思。所以这节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是最直接的这个意思呢，是指到不可以离弃我们一起聚集的这个的会众，不要离开我们一起聚集的这个的群体。所以神要我们不是来教会聚会而已，
听听牧师讲道，然后就走了。这吩咐我们千万不要离弃教会一起聚会的这个的会众群体，好像什么，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那作者在这里没有解释这些人是什么人，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他们习惯了离弃这个一起聚集的这个群体，只是警戒他们，要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这些人习惯了离开了这个的一起聚集的这个群体，成为一种冷漠、漠不关心、看得不重要的这种的态度，成为习惯。我不要，千万不要像这些人一样习惯了有这种冷漠、离弃我们一起聚会的这个的会众。那这个的主题呢，正是希伯来书要针对、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当年第一群的读者里头，这个教会里面读者里头呢，是一些信的主的犹太人，或者一些在常在一起聚会的人，现在他们离开，要回到以前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要走回头路。犹太人要回去守律法，过自己的靠自己的这种的生活，离开了基督徒身体召会一起聚会的这个会众。那这些人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甚至他们是否得救都是个问题。希伯来书讲到这些人呢，随流逝去，第二章第一到三节，这些人呢，好像在旷野背叛的以色列人一样，终不能进入安息。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也是希伯来书最有名的，我们常常有困难去了解的几段很强烈的这些警告的这些经文。这里说，你们不可离弃我们一起聚集的这个群体，好像那些习惯了漠不关心、冷漠的这些人要走回头路的人一样。这个劝诫不是单单指不可停止聚会而已，不论在线上聚会或是实体的聚会，这个劝诫讲的是不要冷漠的离开，不要撇下召会这个一起聚集的这个的群体，回去过旧有的这种自我为中心、独来独往的这种的生活。那所以我们一起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连在一起的一起聚集的会众有什么使命呢？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离弃这个的群体？这经文讲给我们听，我们一起聚集成为会众这个群体的两个的这样的目的，两个的目的。第二十四节他这里讲到是为了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这是我们聚在一起这一个群体真正的这个目的，我们一起聚集这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在这里二十四节讲到让我们彼此相顾，让 Let us consider， 让我们去停下来想一想，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要做什么事情。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要做两个的事情，这里有两个目的的子句。第一个呢，要彼此激发去爱与行善，彼此的激发去爱与行善。爱与行善是教会
两个最重要存在的这个目的，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一同的去行善，在社会里面去行善，去见证神的这个福音的大能。这是教会两个主要的function，两个主要的功能与目的。和本圣经呢，在这里有两个的彼此，一前一后，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去爱与行善，是第一个的彼此。彼此激发这个字呢，是互相去鞭策的意思。那个图画呢，是好像骑马的人脚上呢有这个马刺，那去踢这只马，让鞭策这个马呢能够感到痛的时候能够往前奔跑，像就标杆来直跑的这个的图画。那昨天我在电视看到这个赛马了，这个 Belmont 这个赛马我觉得很好看。这马哇一出去的时候拼命往前跑啊，这个的骑马的这个马师呢有这个鞭子在打，那然后让他可以鞭策他能够往前走，就是这个的图画，让我们激发爱心，信徒之间彼此的激发，能够让我们去爱与行善，产生这种生命的改变，福音的见证，这是神设立教会让我们一起聚集的这个的目的与意义。我们需要这样，我们需要这样的来聚会的一个群体，去鞭策我们去爱与行善。在过去455天的当中，我怀念我们在一起聚集的这个会众。I miss you。那我一个人生活呢，在线上聚会，我发现我慢慢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这种的生活。去爱与行善的这个心呢，我发现后退了，甚至有时候我根本都不想见到人。每天浏览在网上的视频与新闻，那我需要你们跟我一起聚集，让这个群体能够鞭策我，推动我去爱，推动我去行善，为福音做见证。今天我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会来一起聚集的这个的会众，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来鞭策我们去爱与行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在希腊这个文学里头呢，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 Odyssey 这个的一本的书里面讲到希腊的这个英雄 Odyssey 他回家的路上的情形。他坐在船上面，他是那个船的船长，他知道这艘船呢是经过一个地方叫塞人岛，这个地方他知道这个塞人岛的这个上面住了的居民呢是一群的妇女，这妇女会坐在这个边上这个海岛的这个海边的地方来唱歌。那他知道当男的水手常年离家，听到这些妇女在唱这些情歌的时候呢，必定是入火焚身呢。这些水手呢，就会把船开靠进去，然后会开到这个礁石的上面去，然后在礁石的上面沉，把这个船呢把它沉下去。每个人都会死的。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将会发生的时候，你想想他做什么？他把自己绑在这个桅杆的上面，船上面的桅杆上面，然后把蜡放在水手的耳朵里头，封住他们耳朵，不让他们听见这是妇女的歌声。然后
他就跟这些水手说，你要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当我他是船里面唯一一个能够听到这些女人的歌声，他是如果我听到这些女人的歌声，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心烦意乱产生欲望要发疯的时候，当我们靠近这个塞人岛的时候我希望你完全不要理会我，不要听我讲什么人的话，我希望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把船带离开这个地方，朝我们的家乡去走。他说直到我清醒过来，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我需要的东西，不是要我想要的东西。那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就是现在我们基督徒真正团契的这个目的。这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人的罪性的当中，有一种自欺的这些的因子在里头，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理由告诉自己，去爱与行善我做不到的，爱与行善我没有办法的，然后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为自己辩护，有一千个理由没有办法不去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改不了的，男人都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很多理由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很多的理由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有什么办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这一群聚集一起的这个的会众去鞭策我，给我们真正我们需要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东西，而是真正我需要的东西，让这个基督的群体这个成熟的一个标记，就是我们都能够成为对方的一个鞭策者，彼此负责，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的劝勉。那中国圣经里面第二个彼此是在最后的，是在最后，他说彼此劝勉，下文是 parakaleo， 是两个字连在一起，英文翻译叫 encouraged，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彼此的这样的劝勉。 para 这个字呢是指到走在身边一同走，在身边一起这个意思。 laleo 这个字呢是指到说话，所以什么是劝勉？劝勉就是陪着那个人在他身边跟他说话，说他应该听的话，说鼓励他的话，让他能够做对的事情。那这个字呢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字，彼此的鼓励。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能够彼此对说，说什么？说鼓励的话，彼此分享，一同唱诗歌，一同的读圣经，一同做见证，用勉励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成长。那这也是新约的使徒巴拿巴的专长啊。巴拿巴被称为什么？他是劝慰者， the son of encouragement， 他是以劝勉人，以 parakaleo 出名的一个人。他成为使徒保罗扫罗的一个的带他出来，让他成为使徒保罗，他陪伴这个马可，虽然他是曾经跌倒退缩跟失败，可是巴拿巴陪着他鼓励他，最终怎么样？最终这个马可恢复了，重生，被神使用，他写成为马可福音的这个的作者，成为圣经里面写圣经的一个的人。毕竟勉励是那么重要，这是我们一起聚会的第二个的目的，是我们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我们能够正面的去彼此的去勉励。
王琦聚集的这个群体就好像一团的炭火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单独离开了，就会很容易熄灭。上线上的聚会的好处就是能够把远近的人都拉在一起见面，在网上见面交谈学习，特别是那些不能出门的人或是远方不能够来的人，可以一起聚会，彼此的这样的勉励，又安全又方便。那过去15个月我们在线上的聚会人数都很稳定，装备学校出席人数比疫情之前的出席人数更高，参的人更多，可是线上的聚会有它不足的地方。第一，网上聚会很容易分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我在网上教课的时候，我上面穿得整整齐齐，甚至打着领带，下面穿着睡衣裤，或者拿着一杯咖啡吃了早餐，早上参加崇拜，很容易分心。网上看视频唱歌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不像你在家里面网上崇拜，唱诗歌有没有唱？我开始在线上崇拜的时候，我在家里面一个人跟我太太一起，我会站起来，当 David 说站起来，我们用敬拜，我们就站起来再唱诗。可试了几次以后，我真的很无聊啊，怎么我是一个人在那边唱而已，然后我就不唱了，要站也不站，就坐在那边，然后这个参与性程度减少了很多，就变成了听歌，不是敬拜神、赞美神、唱歌来敬拜神。我们很难在线上面真实的相交，互相激发爱心，彼此勉励，不是不可以，可是很难专心。特别是我们教会的下一代，这些青少年人，这些的大学生年轻人，他们习惯的一心多用，说好听呢就是 multitasking， 如果不好听呢就是分心的不得了。他们一面看上网参加聚会，一面在玩手机，同时电脑也一同打游戏，做他们要做的事情，甚至有些根本就不来了，没有兴趣出席这些晚上网上面单向的这些的聚会，在网上很难有深入的这种的关系。网上聚会很容易分心。然后第二，网上一起聚集并不是全面的。使徒约翰他怎么说？对，约翰一书1章1到3节，他说我们把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传给你们。使徒把他们亲身的经历、全面性的经历、眼睛看过、亲眼看过、听过、手甚至摸过的这个生命之道把它传给我们。这个赐人生命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他们亲身经历过传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交，也可以与人相交。我们传的是这种生命之道，这种生命之道是全面的一种的经历。目的什么？要我们可以你们与我们有 fellowship， 有团契，让我们可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的劝勉。这些就应该是全面亲身的这些的经历。
让我们可以与神也是全面的相交，也可以亲手听、亲手摸、亲眼看，然后耳听的这种的生命之道能够传出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不可离弃我们一起聚集的这个的会众，这种彼此相顾、彼此劝勉的这种的生活，这种全面性的一种的相交。网上的崇拜并不完全，我们更需要亲身的去经历这种生命的相交，是不是这样？今天如果是因为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或者住在远方不能来，需要在线上崇拜的，这是很好的。可是若没有安全性跟健康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更应该是在一起聚集的一个群体，专心全面的来敬拜神，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可以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的劝勉。第25节结束的时候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当时的教会正面临罗马皇帝尼禄的逼害，尼禄是一个疯子，他一时高兴就吩咐人在罗马城的民居里面放火，隔岸观火的这种的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一件的乐事，结果呢罗马城着火了，引起公愤，民众发怒，要找出谁干这个事情。尼禄王害怕，他把责任推给他讨厌的这些基督徒，说是基督徒干的，就开始了全面大规模的去逼迫在罗马的帝国里面的基督徒，抓他们，杀他们，禁止他们聚会。这里说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很可能是指到这些逼迫的日子临近，甚至指到公元70年这个大逼迫的来临。作者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个逼害的日子临近呢，就更当如此，应该更多的一起来聚会，更多彼此相顾，更多的激发爱心，更多的勉励行善，更多的彼此劝勉，更多的切实的相交。那今天的情景呢，在过去15个月，我们因为新冠肺炎流行没办法实体聚会，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里面有实体，人数虽然 不能多50个人，我们甚至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疫情会不会反复，是我们又要回到线上来聚会，或者甚至前面是怎么样，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可以肯定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疫情之前的这种聚会的情况。在新常态的当中，我们更当如此抓住每一个机会，更多的一起聚集来聚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更多的要激发爱心，更多要勉励行善，更多的要彼此相顾，更多的要彼此劝慰，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下一代，我们做父母的关心我们孩子的健康与安全，这是很应该理所当然的，特别不太愿意在不安全的情况当中把孩子带来教会一同的来聚会。这一年多以来，我们的初中生从疫情之前有100多人的这些 的人，后来到线上聚会出席线上的这些小组的只有60个人，
然后今天回来登记要回来的就29个的这个的初中生。可是他们更需要是这种专心全面的交往，不能是分心不全面的这种的肢体的生活。父母呢要在安全的情况当中鼓励孩子回来，特别是接种了疫苗之后的青少年人，让他们可以彼此相顾，不要离弃我们一起聚会的这个的群体，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劝勉。我们更希望9月的时候儿童节目可以全面的重开，在安全，当然安全很重要，在安全的环境里面重开，全面在这些建立信徒的这个群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的劝勉。那第二点呢，我们能够一起聚会的原因，或者我们一起聚会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呢？第19节到22节，我们一起聚集的这个群体是个与众不同独特的这个的群体，这个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是讲到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这个 access 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做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与神相交，可以坦然，这个字呢是只要充满了信心 confident， 充满了信心的意思，毫无惧怕到至圣所里头与神见面，与神来往。这是我们这个能够坦然进入神的面前，我们信徒一起聚集这个群体的这个基础。旧约的人就何等惧怕在至圣所里面，这个住在至圣所至高全能的耶和华神大祭司，每一年进入至圣所一次，带了这个赎罪羊的血，每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来赎罪。其实大祭司非常的害怕，他们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袍子，祭司的袍子上面都挂上了这些叮当的铃子，当外面人听不见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大祭司可能出了事情，在至圣所里面被神打死。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种可怕的结果，他们其实要用这个有这个够的这个长棍呢，能够把大祭司这个尸体从至圣所里面能够拖出来，这不多么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个一起聚集的群体到神的面前来，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的福分。你不要轻看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聚集的一个会众，是有那么样的一个伟大的基础的上面。就好像一个8岁的小孩一样，他来到父亲面前是何等自由，何等的充满了信心，没有任何的惧怕，来到把需要告诉父亲，在父亲的怀里跟父亲说我需要什么，在向父亲来祈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因为耶稣的血的缘故，我们可以充满了信心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家里头向神来祈求，不再被定罪，不再惧怕，可以在神面前与神来往。不但如此，
这里还讲到第二个基础，我们这个一起聚集这个群体，还有一位为我们祈求的中保，这个 advocate，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替我们讲话的意思。我们这个一起聚集的这个群体会众是有这么独特的这个一个群体，有 access 也有 advocate， 有可以坦然进入，也有为我们代求的这个中保，是属于内圈的人。 C.S. Lewis 有一篇很有名的讲道，称为 The Inner Ring， 内环。他说人类内心最大的一个动力之一，就希望成为内圈里面的人。我们要感觉到我们是属于一个我们敬佩的一个群体里面的一份子，不然的话我们没法接受，我们没法接纳我们自己。他说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学者，尽管他们是在努力研究学问，可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进入这个学术界里面精英的这个内圈，他们希望被人承认，被这些精英所接纳，成为他们圈子里面的人。今天很多人的努力工作赚钱，不单只是为了钱而已，他们需要的是有进入有钱人的这个圈子，进入这个有钱人的俱乐部，能够成为上流的人圈里面的人。耶稣也说，如果你今天去街头里面看一个帮派，帮派是什么？他们是一群渴望能够有归属感成为圈里面的人的孩子。除非我们能够有这种归属感，不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讲的，正是今天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奇妙的能够聚集在一起的这个会众，成为一个独特的这个群体的一个基础，成为内圈里面的人。这个内圈能够进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你捐多少钱能够进到这个圈里头去，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的血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今天我们因为他的缘故，是有罪的人可以坦然进到神的面前，可以成为他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成为这个一起聚集这个群体内圈里面的人，让我们永远不会被抛弃，完完全全得到神无条件的这样的接纳与爱。这个会改变我们人与人间的关系。我们福音教会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却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今天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聚集聚会在一起，这个会众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来往，向神祈求，更有耶稣为我们做中保，在神的右边我们祈求，这是我们一起聚集这个群体的一个基础，改变我们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让我们用这个基础的上面，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坚守所承认的这个指望，让我们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的劝勉，不要离弃这个群体，不要撇下我们一起聚集的这个的会众，不要回去过旧日的这种作为中心独来独往，只顾自己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的来聚集，彼此障碍，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现在你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可以守主的餐，
因为耶稣的血舍的这个身体，让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可以向你祈求，可以来往，有这种的 confident， 有这种信心，可以蒙悦纳。我们感谢你，这是个特权。我们也愿意在这个群体的当中，不离不弃，彼此委身，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